这次呢是三个完全不同风格的舞种的一次融合，同时呢我认为也是跟大自然的一次交流，我希望大家能够认真安静地享受这个舞台，有请。拿到这个跨舞种的选题的时候，队长的建议就会觉得我们跟李翔老师比较合适一点。首先从我来讲啊，我从来没有跟街舞融合过，那无论是杨凯跟布布，他们其实也是第一次跟古典舞来融合。那我觉得你如果想把这个东西有一个更好的结合，首先你要先走进他们的世界。但他们两个那个东西太极端了，他那个已经不是街舞了，那步步就像个人肉拖把一样在地上绕来绕去绕来绕去，他的膝关节太灵活了。然后杨凯你让他 freestyle， 他全给你搞技巧，就转转转转转。我就一直在想我们要怎么跳，怎么样更符合说古典舞舞者与街舞舞者的融合。那我们先试一下那个托举吧。好，然后I have to dance with Li Sheng. I have to put him in my shoulders. And this is kind of thing in hip hop, we don't do it that. So for me, it was kind of new. Yeah, so I have to connect with him with some like beautiful move. It takes my time. When hip hop is more about freestyling, just use energy.It was really great, and of course the ending with a totally classic. 有困难要克服。不管是杨凯也好，还是布布也好，合作的这几天，我能感受到他们对这个舞台充满了热情与希望，所以还是希望能够凭自己的一己之力，能够支撑他们走到下一步。So it's not the first time I do it, but this one was special. So because I will remember, I think Li Sheng is a very funny guy.这一次我们想营造出来的是不一样的街舞和古典舞的一种视觉上面和舞蹈呈现，能给大家带来观众不一样的感受，就是这种感觉。
谢谢布布、杨凯还有李想，谢谢。咋？天哪！布布跟杨凯的这个作品，我觉得他们在舞美、灯光还有道具上运用的特别的充分，整个现场特别的漂亮。然后加上杨凯的技巧，然后融入到里面，其实是真的是特别炸场的一种感觉。现在有请有投票权的101位评审在我倒数之后做出选择。如果你喜欢哇哇酷宝战队，就扔出你们手中的红色毛巾；如果是一波王炸 Boom 战队，就扔出你们手中的黄色毛巾。3、2、1，请投票。工作人员上台计票。这一波不好预测，这一波看不出来，差不多。两个作品，两幅画面，我们的队长先进行一下点评吧。嘉尔，这就是艺术。还是这句话，我觉得先说斌哥还有东哥的这个作品，我觉得这个作品的难度，就算编舞师要叫他们去完成这个作品，也是一个非常高难度的一件事。我觉得今天给我的感觉是很有憧憬的，然后我也非常佩服你能把这么难的一个作品能完成。这边我很喜欢他们这个很大自然的一个剧情，然后从头到尾是抓有眼球的，看表演的时候只能往这里看。对，把自己的队名都用上了啊。好，一星，哎，四个字，这边是美轮美奂。好，这边是一言难尽。为什么？因为要说好的地方太多了，一句话说不完。那我也来四个字，来，一波王炸，哇哇酷吧，耶！一博队长，首先说对面都是出身于 battle 型选手，但是作品能完成的这么好，再加上投入感情，我觉得真的是让我觉得很好，是我们这边的队员需要学习的。然后我们这边呢，确实我觉得可能真的有点为难两位，就是 battle 型 dancer 了。布布这边可能就更加难了，又融合就是完全不知道的领域，这种国风的这种跳法，然后这种音乐，然后还有杨凯这样，就是他们去跟李想老师这样打这种配合，确实谢谢你们辛苦了。这个作品呢，我们想给大家观众带来一个沉浸式的一个体验。我跟波波捍卫就是舞蹈的心灵，然后李老师是一棵树的根源，就像我们各种舞蹈的一种根源，然后我们去感受。所以说我们为什么有水母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呢，就是大自然的深海是我们最开始的一个根源，我们想从我们的舞蹈里面散发出来不一样的古典和街舞的一种结合，所以说就呈现给大家了。然后当然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的时候，首先我们三位舞者的属性不光是舞蹈上面有不同，更一个特别就是很难为波波的，就是我们语言也不同，我又是川普，他又是法国英语。然后凯哥，你平时跟波波怎么交流？其实我跟波波交流，其实我英语不好，我跟他交流就是比如说就是波波5 6 7 go， 他就知道了。来一个one more， 5 6 7 go， 看到没有？这就是我们团队一波王炸的默契，真的，就是我跟他交流都变成了，就是666都变成了 666 了。奥利给，奥利给，泰哥。采访一下布布，问问他什么感受。布布，你的感受是什么？有 feeling， 有 feeling， yes。
feeling? You don't feel? Come on, Bubu. So my feeling was really difficult because I never learned classic dance before. I never do that. This type of thing I never do before. 从来没怎么跳过。I never do before, so I'm very happy to learn this. It's very important. So my feeling today, like I say, win or lose, I'm very happy to dance with and to try something new. So, 谢谢，谢谢，有有有。Don't say so much. Don't say so much. Don't say so much. 李翔老师。因为我们在排练里边真的是因为音乐是有节拍的，我们必须要在拍子里做动作，但是可能他们是 battle， 他们最擅长的是 freestyle， 所以说你要给他们规定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甚至是一二三大四要去做什么动作，对他们来讲真的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对面的对手们是这样。 me too、是，所以他讲上英文了都还。最后一句就是我们站在这个地方，结果对他们很重要，对我也很重要，但是我们要说的是，所有再重要的结果都不如我们自己问心无愧。谢谢。